潇潇，天下四海皆苍茫，请君共谱一曲这一季之光。儿女情长，少年志在四方，望明月，君心莫彷徨。听你起铮铮，看黄沙滚滚，过身纵马，少年驰骋于疆场。眉间的冷霜，散落在衣裳。若能嫁过定，又何惧一生飘荡？就算险阻艰难，忧郁暗箭难防，穿云破雾过关斩将，遍体鳞伤又何妨？且战快一段又长，斗天地两破万象洪荒，今朝相伴难相忘，不忘江山剑骨相识旧人曙光。少年英雄少年郎，四海修神楼，数何次看回望少年。我们是大宋的使者，我的同伴受伤了，急需进城治疗。这种骗三岁小孩的话，你以为我会信啊？我们伙伴是中毒，情况危急，还望大人通融。我们喜建城从不收流民。不好，血印吐血了。来不及了，我们冲进去。上。嗯，哼，想硬闯，全部拿下。我无意与你们为敌，若你们执意要打，我们也不怕。来者是客，索朗长老，你身为护城队队长，怎么可如此粗暴对待客人？朋友，你们来我们喜建城有何贵干呢？长老，我们是大宋使者，受达昂所托，来帮你们护送秘宝回吐蕃。胡扯！明明是你们想装病混进城。喂，你没看到我同伴快不行了吗？这像装病的样子。有什么能证明你们的身份？有达昂给我的藏宝图，可是我不小心给弄掉了。原来他们是达昂的伙伴。爷爷，既是使者，我们总不能看着他毒发身亡，还是让他们进城养伤吧。安排几名护卫照看好他们，养完伤请你们立即离开。多谢长老。这位兄弟要怎么称呼你？我叫多吉，你们先到我家休息吧。你让人去盯着那些宋人啊。行行好，给点吃的吧。抱歉，我身上没有吃的。这里的难民也太多了吧？因为缺水，农作物欠收，我们这正闹饥荒呢。既然生活条件如此艰苦，你们为何不回吐蕃？长老们想要坚守祖训，再次守护秘宝，就算水源枯竭也不愿离开。那总不能让百姓们跟着等死吧？所以我才会和达昂合作，想要以秘宝为条件，换取大家回吐蕃生活的机会。嘘，谁？愿上苍赐你平安。你好，这是我家长工小妹妹，现在能招待大家的也只有考囊了。多谢，已经很好了。唉，我家尚且有余粮，可外面那些百姓都饿出病了。我略懂医术，想去为路上看到的那几个老人看看病。我们也去帮忙。那我们留下照顾薛哥哥。你们居然懂医术，那可太好了，城里好多人病了请不起医生的，我来带路。哼，喜建城必须是我的。多吉这小子别想联合外部力量坏我好事。长老，长老，
不好了，有人中瘟疫了。什么瘟疫？怎么回事？他们就是灾星，他们一来啊，住在附近的百姓就得瘟疫了。洗衣建成不欢迎你们，快离开这儿。大家别信他的谣言，我那是被蝙蝠咬了。被蝙蝠咬的人都会得瘟疫，为了平息瘟疫，我们要向上苍告罪，把他们带走喂神鹰。上弩箭。是。你们这样做，王大哥他们回来才不会放过你们。事情没弄清前可不好伤了使者。哼，那就带他们去向上苍询问怎么阻止瘟疫吧。走。别怪我见死不救，我先寻得秘宝再来救你们。谢谢你们给大家看诊，帮大忙了。客气了，等改日我们收集到足够的药草就可以分给大家，保管能治好他们的病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别急，先弄清楚情况再说。大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索朗说外乡人带来了瘟疫，正要抓他们去向上苍告罪。好个索朗，居然想出如此狠毒的计谋要害你们。我们先暗中观察，再见机行事。从后面走。他们一定是要去神庙，跟我来。小妹妹，你怎么了？我喝了水，肚子就开始痛了。这是中毒了。我要死了。别怕，我知道有种草药可以解此毒。我们还是赶紧洗脱嫌疑，找出幕后主使才能救人。我们先找药，救人要紧。那些士兵跟来了。这里原本是我们的地下水源之一，水枯竭后，爷爷让人改成了药草园。书中记载，这种仙巴掌具有解毒的功效，我们主要找此种草药。分头行动。他们肯定是进草药园了，给我搜。是。谁派你来的？别杀我，是索朗队长要我这么做的。百姓们中毒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。不说的话有你苦头吃。啊，好痛，痒。是索朗队长派人在井里下了毒。混账，我们如此缺水，你们还往水院里投毒。住手，他是人证，我要带他去救伙伴。我们分头行动，我带药草去给大家解毒。这是犯罪。我们接连失去水源，牲畜死亡，缺少食物，你们那么善良，那就去帮帮我们，向上苍告罪吧。赎罪，赎罪，赎罪。错不在我们，百姓们生活如此艰苦，是你们死守祖训，不愿意带他们离开。喂，你们与其守在这里等死，不如回吐蕃好好生活。这些人说的有理，我可怜的羊因为缺水就死了半半，我家田地都荒废了。来人，带神鹰，让这些罪人替我们向上苍赎罪。只要把这些人喂了神鹰，瘟疫就会平息的。赎罪，赎罪，赎罪，赎罪。我们可是大宋的子民，你们没有资格对我们处私刑。在这里我说了算。这是解药。我肚子好像没有那么痛了。我的朋友们被冤枉了，你愿意为他们证明清白吗？别过来，我的肉可不好吃。
你只要承认你们是来偷秘宝的贼，我就放了你们。哼，傻子才会相信你的鬼话。就是几只大笨鸟，你别怕，我保护你。嗯，有你在，我一点也不怕。啊！去死！居然敢伤害上苍的使者，我们伟大的神鹰！遭天谴的是洗剑城的罪人，伤害神鹰就是我们洗剑城的罪人。罪人，杀了他们，杀了他们。王大哥，长老，那些百姓没有得瘟疫，他们是喝了这个家伙投毒的井水中毒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长老，这一切都是这些外人的阴谋。别动！啊！长老，投毒的人已经死了，这就是他们想掩盖犯罪的证明。证人在此。爷爷，是索朗让人投的毒，我们家的长工小妹妹就是受害人，我们已经给她解毒了。为了嫁祸给我们，你居然连自己人都能伤害，你简直不是人！该死！给我等着，把索朗抓回来！有人打开密宝的机关，快跟我来！密宝归我了！现在投降，我们可以不伤害你。可恶！我差点就要成功了，密宝！爷爷，我要把密宝送回吐蕃，换取族人一条生路。长老，拓跋赤马上要来了，你也不希望你们守护几辈子的密宝落入西夏人手中吧？西夏人来了，关城门，快！把里面的耗子给我炸出来！西夏人这么强，我只要投靠他们，不怕报不了仇。你们是想死在这儿？跟着我寻得一条生路。